03美甲店老板开在镇上的美甲店，一大早来给我弟弟们买衣服，感觉这件还可以，社会气息。回店的路上看见有卖窝仔糕的，带回去两个，清点神仙水去给宝贝们发货，再不气这个夏天又要过去了。好几天不见的香香米线儿，问你们一口哈哈哈。更新美甲教程，乳白色打底一遍照灯60秒，深蓝色画出写法式，食指画出直线，中指的写法是画在左边。最近眼痛的特别厉害，无名指的话在右边，颜色要填实一点哦。小拇指的在左边，再来填充第二遍颜色吧，每个都要再上第二遍颜色，用我们的黑色彩绘胶画出线条，因为画出的线条都不一样，我就不一一的说了，自己来看一下吧。中途换了一个长点的拉线笔，都画完之后整体加固封层。来看一下我戴手上的效果吧。低估了你，我以为撑得起，一句为什么不